重型机车的引擎声，各家厂牌的声音其实是不一样的，他们设计的很用心。雅马哈是吧？雅马哈。你已经讲出来雅马哈，听不懂。好，今天再讲一下，是日本做的，我听不懂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别加了，再别厂的，别厂的，别厂有没有？嘿。一个就好，再一个一个就好。哦哦，厨师。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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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哈雷，你当我白痴吗？应该我来，我等于是声音的造物者。OK OK， 那哎，不好意思，造物者，你的位置在那里。好，在那边。造物者，那就在后面。我们等下裤子小姐会来，阿裤子先把脱了。他在那里等。准备好了哈，各就各位了哈。好。到底第一题会是什么呢？请看，哎呦，这是哪一种摩托车厂牌？什么？什么啊？结束了？有没有答案？靠屁呀！吐口水。时间在计时哦，这到底答案是什么？快点快点，嘿，你们的答案是吐就不爽，吐口水，吐口水，吐口水，恭喜答错，新龙哥可以再来一次，好。但是没有关系，答案是什么？等一下，你要听这个细节哈。细节对，反正他也在乱演，我们就乱猜嘛。他很认真，我们就他裤子已经脱下来了。那个细节想想，你什么时候才会这样？刷牙呀，有可能啊。哦，所以你们的答案是刷牙，刷牙，刷牙，恭喜答对。下一个，谢谢。刷牙，电子牙刷，然后没电了。哦，我觉得应该是蚊子在叫，蚊子在叫。我觉得刚刚比较像今天的阿爸阿卡贝。对，您两个同意一下答案，同意一下，不是再来一次刷牙？那蚊子吗？那最后那个呢？它也没有。不是，你不觉得听起来很恶心？然后就很恶心啊！可是那是因为佩丹你的问题。不是，是因为就让它没气了。那只蚊子没气了，因为那个恶心太恶心了。我是蚊子。3、2、1，给我一个统一的答案。蚊子，恭喜答错。佩丹妮 ，one more time， 再长一点。他这次有一些快，有一些节奏是吸尘器，他在那里吸到，吸吸东西嘛。我想听听蔡允杰的答案。我觉得是抽水马达，哎，怎么听出来是抽水马达？一开始很用力啊啊！你在干什么？我怎么会访问他？我觉得是抽水马达。抽水马达，所以你们两个的答案，给我一个，给我一个综合的答案。我坚信，我相信你。OK， 好，那吸尘器。吸尘器，好。好，吸尘器，恭喜答对。下一题。
在骂脏话吗？没有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我知道。你知道？外星人。所以你们二位答案是外星人。外星人，恭喜答错。来，新龙哥，请再表演一次。好，二位答案。你让我先通个灵好不好？那你要拿红布盖到眼睛啊！他是很像坏掉的歌仔戏啊！所以你的答案是？当然不会是坏掉的歌仔戏。对啊，可是他刚才好像有点回音哎，叮叮，哎，鼓电哎，电吉他啊，电吉他，电吉他，哎，是不是蚊子？是不是那个蚊子？哎，没有，对，那个蚊子飞来飞回来的，不会，因为他刚那个应该是有像电吉他的声音。所以银针，你们的答案是？电吉他，电吉他，恭喜终于答对。来，换脏话，换下一组，下一组。贝丹尼的题目是什么？请看。哦，哇！歪掉了。给啊，点点。为什么他都是演坏掉的东西啊？他为什么都是坏掉的东西？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惯坏的糯米团。对啊，人身攻击。答案是。是什么？对啊，这是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我们正在问你们。这是你们的工作。一边像一个车子，一边像一个摩托车，一边像一个吸尘器跟抓牙的一个。都是像了，所以坏掉的有点像是那个小，就是那个唱片机，那个 DJ 在用的那个刷盘的那个，那叫什么 DJ 唱盘？啊，刮唱盘呐，刮唱盘。那谢谢，相信你好了。DJ 刮唱盘，答错。来，请再模仿一次，谢谢。要干嘛？要干嘛？哔哔。什么啊？他后面怎么有日本五十音的感觉？可以换人吗？可以给，是换人是不是？是，是不是要换人？是，要不要麻烦新龙哥？是，新龙哥，新龙哥麻烦一下，好了，好不好？拜托你，请贝丹尼永远离开。真的太快了，完全没有任何想法可以激动出来。来，新龙哥的。最明显的100%。